这是今天晚上住的房间，301号。这是浴室。我还蛮大间的，不错。今晚这间不错不错。还算豪华，虽然不是五星级饭店，但是这样感觉已经不错了。听说这一间饭店是四星级的，是二馆，它有两间，一间一馆，一间二馆，二馆比较新，感觉真的不错，赞。